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四百页，四百页最后一行，有布施之浅谈，持戒之破戒，忍辱之成慧，精进之懈怠，禅定之散乱，智慧之愚痴，如果这个六个科目将所对峙的烦恼统统断尽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所以布施圆满不是对外，是对内。我们的悭贪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。不对外的。持戒也是的，持戒，我们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习气，统统断尽了，持戒波罗蜜就圆满了。所以上面是六个法门，下面呢就是我们六种的毛病。我们六种恶业，这个恶业障碍我们明心见性，这六样东西都没有了，就成佛了。于是我们就知道大乘教里法法都圆融，都不可思议。十善满了成佛，六度圆满了也成佛，所以法门平等了，无有高下。我们自己肯定承认自己有这六种烦恼，有这六种习气，那你就不能不修。修这些方法确实可以对治。不仅是释迦如来如是，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用这个方法成功的、正果的，也都用这个方法了去教人。他自己亲身做到成就了，所以他有信心，这六个方法教众生决定能成就，像他一样的成就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六度跟四弘誓愿呢，原来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你看愿行六度，愿是菩提心，行是菩萨行，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法门无上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后面常行六度啊，就是烦恼无边誓愿度。
誓愿断了。啊，回向众生呢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所以四弘誓愿跟六度啊是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四弘誓愿要真正能够圆满，落实六度，四弘誓愿才真圆满。六度不圆满，四弘誓愿就不圆满。啊，一个愿呢，一个是心，愿心永远分不开呀。啊，所以是兼贪要舍，它不是好事情。啊，规矩一定要守，与戒律很重要。啊，前面举了两个例子，梵网经上的不足过贼，不帮过主，引申的意思，我们存心决定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，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众生。这是不做过贼的意思，贼是贼害啊，那害人啊，抢人是害人，偷人也是害人啊，那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不可以用任何手段。那非法取得利益，那个通通都是盗窃。啊，别人不是甘心情愿送给你的，啊，是被你的威势逼着，不敢不送给你，不送给你。啊，这通通都是属于盗窃，决定不能做。啊，决定不要发脾气。发脾气这个事情，我常常讲，发脾气对别人的伤害三分，对自己的伤害七分。怒气伤肝呐，常常发脾气会得肝癌啊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是这么来的啊。啊，对别人伤害小，对自己伤害大，得不偿失。啊，所以了解的时候，你决定不肯干了。啊，现在决定障碍自己成就。啊，今天要成就，方东美先生讲的话是60年前讲的。我常常跟诸位说，60年前呢，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想跟他学哲学，你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个话意味很深长啊。那么方老师在学校教的那一套，不就应付学生应付而已啊，不是真的啊。那是不是是这样的？这是有道理的。学生只能听一分，你就教他一分，你教他两分，那一分没听进去，你白教了，白费力气，就不必教了。啊，可以教就教，不可以教就别教。这是教学的原则。
学生不能接受，勉强教没用处啊。啊，他能接受多少？老师心里有数啊。啊，老师教学有经验，能看出来啊。真想学的，真教他；不真想学的，反正都是学校念书，求的是分数嘛。老师教学是为了生活嘛，要拿一点钟点费，拿一点工资过生活嘛，各有所需嘛。啊，老师有没有真的老师？有啊，我那个时候还真有啊。那在学校里为什么不认真教？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你真想学是另外的教。啊，我们又没有教学费。啊，跟老师那么多年没供养，那个时候没有钱呢，生活很苦啊。到晚年我照顾老师了。啊，这晚年出家了，供养就很多了。啊，所以有能力照顾老师。啊，特别是老师往生之后，啊，师母我照顾他就很多。啊，这个是师徒之间的有义也。老师不在了，老师三个小孩都在外国留学，都在美国，啊，没回来过。啊，那么在台湾，我们学生有义务照顾夫人。啊，常常看他有欠缺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力啊，要帮助他。啊，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，但是现在这个社会，连父母都不养了，还谈什么兄弟？这人没有了。啊，在古时候，老师全心全力把学生教好，为什么？他们有后顾之忧。学生将来发达了，他的家庭、他的子孙有人照顾，无后顾之忧啊！现在没有了，伦理没有了，道义没有了，这个世界不像世界了。啊，佛门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。啊，在我那个时代，出家那个时代，还不错。过了这一家子了，中国是一家子60年了。现在跟那个时候差好远好远呐。啊，那个时候出家人还没有互助啊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都是个人，个人顾自己。不顾别人。啊，这佛法为什么衰？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真学自己只要有精进，这个六种毛病你用这六种方法就断。啊，特别是自己能够精进不懈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成功不怕。啊，我们自学没学历啊。我们也不需要学历嘛，学历是假的。啊，尤其是佛教的教学。
没有名利。啊，这个世界上需要佛教教学的地方很多。啊，我在外面跑得很辛苦。啊，许多地方都希望我常住下来。啊，但是地方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在当时30年前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在国外转一圈之后回到台湾，当然一定要去看老师啊，向老师汇报这一次旅行的经过啊，一方面请求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，我们一个人太孤单了啊，如果多有几个同学多好啊！啊，我们在国外互相联系，互相照顾，能够做出一点事情来啊！老师最后，我这个要求啊，总说了好多次啊！啊，最后一次老师说：“你替我找学生，我从此以后不再说了。”我找不到我，我心里要了解他找不到我，到哪里去找一个听话的学生啊？真正肯听话，真正肯干，不怕艰难，我找不到，所以我就晓得他也找不到。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没有老师能不能成就？能成。孟夫子就没有老师。啊，他师法孔子，孔子的时候已经过世了。孔子的著作留在世间。啊，他就依照孔子的著作学习。学孔子学得很专啊，有疑问，孟子那个时代还有孔子的学生啊，还有不少学生还在世，就向孔子学生请教，他学成功了，成就呢超过孔子那些学生。你看中国人称夫子是至圣，称孟子是亚圣啊，他自学成功的超过当时跟孔子的那些人啊，所以古人称他为私塾弟子啊，老师不在了，他跟他学，学得很像啊。那么在中国历代都有这种人呢 啊，司马迁写史记，他学左丘明，那左丘明不在，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的人呢，司马迁是汉朝人呢啊，学古人，那什么专攻左传，这是左丘明的著作啊，一生专门学左传，学得很像，变成一代文豪啊。这司马迁，还有一个人韩愈，这大家晓得唐朝大文学家啊，唐宋八大家第一，排第一位的，他跟谁学的？他学史记，司马迁啊，一门深入，长史熏修，
他的文章写的确实跟四季差不多，比美。啊，这个都是做古人的四书弟子。啊，历史上这种人很多。啊，到我们这一代，我还看到啊，方浩啊，那个时候在台湾，他是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啊，不是很大的主教啊，他的教堂跟我住地方很近。我进出都要从他教堂门口经过，啊，我们认识了。他初中毕业，未学历，啊，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，啊，以后他是院士。初中毕业，也是自学，专攻宋史，宋朝的历史，他就学这一部书，花了几十年的时间。啊，对宋朝方方面面的时候，你去问他，他们也不知道的，变成专家。啊，这个成就了。啊，只要是一门，持之有恒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这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秘诀，成功的秘诀，不能搞太多，不能搞太杂。啊，心要用得转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方神父至心于生死，他成功了。啊，我在当年也很想一生呢专攻一部啊，我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没有缘分的。我自己没有到场啊，国外的缘分是从李老师那来的啊，李老师办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啊，那个讲座的学生我都认识，这么来的，他们以后到国外去留学，散去在国外啊，外国的姻缘就是他们邀请啊，所以我讲的东西讲了很多，讲了几十部啊，如果是专门学一部的话不一样啊，现在我们在香港有这么一个小地方可以常住啊，常住那我们啊不是受人家的邀请，我们自己做主，一门深入，专攻无量寿经回集本啊，我的目标是十年，如果我还能够活十年，我这个任务就可以完成。啊，一年讲一部，讲十部，也是做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十年要是盯在这一部经上，
给诸位说，会得念佛三昧，会开悟。啊，那个时候往生不一样了，不但欲知时知，可以自由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住几年没关系，一点事都不碍，这大自在啊，好处太多了啊！一定要认真，不能懈怠。啊，一般人像我这个年龄，不看书了。啊，好好的是颐养天年了。啊，我每天读书不过不会少于四个小时。我就是读不了圣经。啊，决定不能放松。啊，禅定止散乱，散乱就是我们的念头不能集中。啊，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求禅定呢？用念佛。啊，不要去学打坐，不必去搞那些。啊，我们的心定在阿弥陀佛。那就是禅定，就不散乱了吗？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事出一件，世间一切事，与我无关呐。我这个佛成念的好啊。啊，才真正得念佛三昧也。啊，佛弟子的工作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经教学，没有学校，古人还有个书。叫私塾，塾就是学校，私塾是私人办的。啊，现在讲佛学院这一类的，啊，那个也有麻烦。你看现在我们用网络、用电视多自在，啊，学习的人很多。不见面，这个好啊！啊，真的像一点心都不操啊！啊，会学的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不会学的什么？学习的时候夹杂着兼贪、破戒、嗔恚、懈怠、散乱，那不能成功。啊，这些毛病不去掉啊，学东西的全是障碍呀、啊。啊，什么是魔啊？叫烦恼魔，这六个大烦恼魔。啊，在你的身边，你还能成就吗？啊，布施、持戒这六波罗蜜。这是六大金刚啊！你能够信任他，他们守护你，把这六个魔赶走，你就一帆风顺了啊！所以不能散乱，不能愚痴。前面这个六条你做到了，智慧自然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定能开慧。啊，
善乱心呢愈迟，智心一出就开智慧。智慧不是外头来的，是自心里头本有的。啊，这底下这一句接得好，常心六度，即是烦恼无边誓愿断。你看，这是讲得好啊！啊，我们怎么断烦恼？六度没有离开心，六度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。啊，在这里再给诸位强调一下，讲经六度通通具足，啊，为什么佛弟子一定要佛讲？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你每天要讲，你每天要准备功课，这六条全都具足。你的备课才圆满，你的讲经才会有进步，才能够摄受人心，那别人才能欢喜。啊，如果还有这六种障碍，你的经讲不好。啊，经里面的意思你看不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够照着别人注解去看去讲。这是初学佛的时候，自己烦恼重啊，没有根底啊，啊，最初学习老师教我们讲住。啊，讲住要守住讲住的原则，住里头有讲，不要加自己意见进去。为什么？古人说得好，经教错下一个字转语，说堕五百世业护身。这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唐朝白丈大师的公案，你讲错了负责任的。我今天讲古人这个注解，我讲错了他负责任，他注解有错误，不是我讲错误。啊，我们当年学讲经，老师用这个话鼓励我们，我不敢讲嘛，怕讲错嘛。老师说讲注解，哦，这条路好啊。啊，注里面有浅深不一样。初学的我讲浅的，看不懂的看不懂的不讲，念照念可以，我把它念下去，不解它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可以，没有过失。啊，强不知以为知，那就有过失，不能勉强。这一点很重要啊！许多人犯过失，就是冲面子啊，自己不是真正知道的，勉强去讲，讲的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啊。这因果责任自己要负啊！啊，讲住就跟会集经一样。字字句句一定是原文的啊！我们讲注呢，只不过是把这些注解我看懂了啊。古注
多半是文言文，等于说我看懂了，用白话把它讲出来，大家好懂。啊，因为别人手上拿的是经本，不是注解的，我是这个讲台上放的是注解的。啊，这个对初学那就放心了。啊，这当年李老师教导我们，到自己真正有禅定、有智慧，自己确实有领悟性。啊，不到那个时候，不加自己的意思，这个根底越厚越好。啊，所以讲经学讲经要记住，不要求好，求好心切都有障碍。啊，求什么呢？只求没有过失，这就是好。哎，行家来听，挑不出过失，讲的虽然很浅，没错，这就叫好。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永远保持这个心态，你会成功。啊，许许多多失败的人都是好高骛远。啊，求好心切，最后失败了。啊，稳稳当当学下去，他自然就成功了。不要着急啊。啊，凡是急躁的，很短时间效果就成了，你去看历史，寿命不长。要是他来得快，他去得也快。啊，什么个道理呢？没有那么厚的福嘛，福报现前想掉就没有了嘛。啊，慢慢的，百炼成钢啊！啊，古人讲啊，大器晚成呐。啊，在近代，印光法师给我们做了好例子啊。啊，印光大师什么时候出来？弘法人知道他了，70岁。70岁以前没人知道啊。你说，人家那个底子多厚？不要说别的吧，单单讲他在普陀山，啊，藏经楼的楼主。那就管大藏经的啊，在那里干了30年。这个30年在大藏经库房里头天天都进啊，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啊。你说这个底子都厚，厚积薄发了。啊，又何况人家在那个时代20几岁，古文的功底就很好了。啊，他被人发现了，70岁被人发现了，80岁圆寂，弘法只有十年。他老人家的影响，最近200年当中没有人超过他，发挥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我一点名利心没有，啊，不求闻达了，啊，这是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毛病，要求如何打造自己的知名度。这个念头里都带着什么呢？贪、嗔、傲慢，啊，还有嫉妒，都有这种心态在里头啊。这个什么？这个不能怪他，无世界的烦恼习气，哪能没有呢？那没有的是佛菩萨再来。啊，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肯定有这个脾气。啊，这脾气就是布施跟持戒能对治。啊，后头一个忍辱，这三样东西对治，把自己压下来。啊，求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的利益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心，觉悟就开悟了。清净平等是定啊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慧开之后，你自然成名，啊，这里头，啊，李老师一生教学，啊，台中办班培养我们这一代，他很用心的。把他的一些经验都告诉我们，啊，希望我们不犯前人的过错，啊，自己成就之后还要有发愿，啊，所以鼓励我们要懂得结发愿。啊，化缘上，化缘从布施上结的。啊，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他讲经的时候，我们20多个同学都做义工，干什么呢？接待，啊，做招待工作，啊，听众到这边来，我们在门口迎接。啊，发经本给他。啊，老师交代我们，你们有能力买一点糖果，一个人送一口，借缘吧。啊，一定笑面迎人。啊，年岁大的，带他到讲堂去，给他找个座位，请他坐下。啊，非常亲切。啊，你跟众生有缘呐。将来你就发愿好啊！啊，修四摄法，啊，真干呐！啊，老师常年讲经，在一个星期有一次，啊，这个机会我们不能放过。啊，所以。上台讲经啊，六波罗蜜的权的啊，我们上台用我们的身体，用我们的体力，用我们的精神，用我们的智慧，这叫内财布施啊。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面的财。
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三种福报都能得到。啊，能得到财富，能得到智慧，能得到健康长寿。而这里讲究呢，三一举三得了。啊，一定要非常认真，非常负责任。啊，全心全力去做准备工作。啊，讲经劝导大家学习，大家得到的，老师说顶多三分，自己得到的呢，不止几分。因为你自己全心全力就被苦啊，你得到是圆满的，别人得到多少，那看他的缘分啊，他的福德因缘，有人得的多，有人得的少啊，不是每个人得同样的利益，不是的。是自觉觉他，以己之觉普觉众生。啊，法藏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学他。啊，自觉之后才有能力觉他。啊，就是以自己之觉普觉众生。普觉众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表演。是要做给人看，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社会啊是普遍丧失信心，啊，跟我们那一代比差很远了。啊，我们这一代自己还能成功是有信心啊，现在人没有信心。普遍你没信心啊，没有自信心。他对父母不相信，夫妻不相信，父子之间不相信，没有相信的人啊。信仰宗教也是半信半疑，不是真心，所以真的东西他得不到。你说这多难，多不容易。啊，我们这些人，人数不多，天天在一起学习。社会上大众看我们说异类呀，这些人迷信，你看迷到这种程度，他们是这样看待我们呢？啊，他们如果是真的明白了，哎，他也就来了，不会来啊。啊，所以实实在在不容易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用的工具好。啊，这个也是早年方东美先生特别提醒我。那个时候我说说而已。为什么不敢想啊，哪有这个力量啊。啊，电视是论秒算钱的，哪有这种能力啊，想都不敢想啊，没有想到啊，这晚年真的我们用些工具了啊，我们用网络大概有20年了，
卫星今年十年，啊，这个工具好啊，啊，可以面对全世界，啊，大家都能收看得到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能够在一起学习。啊，每天四个小时。啊，我们向来希望的是，我们也没有任何什么学校什么的不需要。啊，我们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，啊，再要有几个老师一起好好的学。我们希望每天讲经能到八个小时。啊，八个小时，每一天做三次的这个播放，全世界都看到。啊，这个三次的时候，有时差不一样。啊，三段播出的时候，全球都没有问题，都能在它很好的时间，它可以选看。更方便的啊，我们不妨碍别人，别人也不妨碍我们啊，我们这个小小道场，人家来看到瞧不起，好啊，平安啊啊，庙太大了，人家再来干什么，动脑筋怎样夺取你，你有麻烦了，我们这里送人家，人家都不要啊，所以平安安全啊。我们的标准很简单啊，每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这么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啊，又可以在这里平平安安的学习，心满意足了，没有任何奢求啊！啊，这心可以定下来了，啊，定下来学东西快呀！啊，所以我们念念破觉，用这种方法。用电视、网络啊，用光碟，能够普觉众生，一己之行导引众生，这都很重要。我们自己的做法，做出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就用这个方法可以。啊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我们真干，我们要实质上的利益，不要虚名啊。十年前我讲经43年啊，今年201254年啊，11年前澳洲大学送给我博士学位，我没找他，他主动找我的啊，偶然的。我们到学校去访问校长啊，在一起聊天，他问我啊，你讲经教学43年，有没有遇到问题你不能解答的
我想了想，好像没有啊。他就把博士学位送给我了。啊，当时我不要啊，我说这个人对我没用处啊。啊，他告诉你一定要，我说为什么？啊，他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啊，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他的目标是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这个会开了现在40多年了。啊，1970年代开始召开。这么多年来，越开越乱。啊，冲突频率年年上升。没法子化解。所以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倒问我一些问题。啊，我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，中国这个国家，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呐、啊，从秦始皇统一一直到现在，维持大一统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啊，每一个朝代建立大概都有150年到200年安定啊，太平盛世，这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啊，只有中国有啊。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中国人民不佩服的，而且外国人啊，啊，靠什么？靠文化，靠教育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把教育摆在第一，国家所有一切设施统统为教育，教育带头。现在讲这挂帅呀，是教育挂帅啊，几千年的这个是啊，在家庭也是教育挂帅啊，家教摆在第一位，其他的都在后面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是经济挂帅，经济是什么？大家都要争，那就提倡竞争。那学校也教人竞争，就把这个世界得争成这个样子吧。啊，竞争再一提升，不就是斗争了吗？啊，斗争再提升就战争，死路一条啊！啊，中国人不是的。中国人从小叫让，你看小孩的时候叫忍让，长大了懂得谦让啊，谦虚啊，成年时候走向社会了礼让，大家都让，这个世界哪里会有冲突呢？啊，这些道理事实外国人闻所未闻呐、啊。哎，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所以要我到联合国去讲啊。这联合国不邀请和尚啊，不邀请宗教人士啊。联合国里有一些宗教人士说，都是大学教授，都是博士学位，他邀请专家学者啊，所以逼着我。一定要我接受，而且还有这个昆士兰大学的校长啊，我们都常常见面的啊，这样才接受下来啊。先后三个学校送博士学位给我。
所以这些东西你教学教了40年了，就有人家主动给你啊。啊，他学校的光荣啊。啊，你真有成就啊。谁都愿意给你。啊，我们不要给你送来。啊，那么这也是对你的德行学术一种肯定。比你在学校的时候读书拿到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更有价值啊。啊，所以老师叫我一生自然有佛菩萨安排，自己什么心都别走。我相信老师这句话，一生都遵守，就乱缘放下啊，没有操心的地方，这个生活就自在了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没有任何压力啊，身心健康啊，在这个时代过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感谢方老师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享受到了啊，要不是他的指点，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生活？啊，越是到晚年越自在。啊，到晚年慢慢成熟了。啊，那么将自己的这个德舍功德回向众生，世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自己修学的功德，自己讲经的功德，教学的功德，啊，全都回向给一切众生。真诚心去回向，有缘的众生能感受到啊，没有缘的众生感受他自己不知道故下人未度有情领得度啊，没有度的有情众生要帮助他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，已经入佛门皈依三宝了，要帮他成佛，根基何复啊，熄灯彼岸，此之四句是十月四弘誓愿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他成佛呢？经宗法门，他能够真心、真愿啊，真肯念佛，他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他能生净土，就是帮助他成佛了。欧耶大师说的好啊。
纵然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到极乐世界也是做阿惟越致菩萨。这个法门的殊胜，真正是难信易行。难信帮助的信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。修功德，从这个地方修，才叫修真实、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帮助人往生，劝修啊这个法门。再看下面第五段，兼求真觉。这全是讲的法藏比丘，假令供养恒沙身，不如金勇求真觉。这一首两句偈我们就知道了，哪一个重要？求真觉重要。供养恒沙诸佛如来是修福，修福固然重要，修福要不能往生，这就变成六道里面的福报。这个福报你要细心去观察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。讲经教学的人，有戒定慧，有六度，不能往生，来生在这个世界人天大福报。很多都是在人间的帝王，帝王有没有好下场？帝王造多少罪业，你就晓得了。这叫做三世愿，大乘经上讲的。第一是修大福报，第二是享福。享福又造作无量的罪业。福享尽了，就堕三途去了。不能享福啊，不能发这种愿呐、世间名闻利养说不能沾呐、所以学佛要知道，学佛就是求成佛，求成佛一定摆在第一位。净土中求成佛的方法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可靠，而且最快速，成就高。释迦牟尼佛介绍，十方诸佛做证明，这能不相信吗？不相信自己吃亏了。我们有没有过不相信？可能有过很多次。在今天我们这样虔诚的心来学习佛法，决定不是初学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修学，
有没有遇到净宗？有。为什么没去？不相信，信心不够啊。这一生又遇到了，看这一生能不能相信。如果不相信呢，那就再等下一生吧。下一生的时间好长好长哦。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李老师说，我们一世人生呢，常借轮回啊，时间是论劫数算的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那这一生非把握不可。我就想今生这一生去，决定去。你有决定的愿，那决定的信心，你就决定去得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。啊，不能再干傻事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恒沙者，指印度恒河之沙。这是因为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，啊，在恒河流域时间很长，啊，所以数量之多呢，通常都用恒河沙来做比喻。啊，大家都很亲切。啊，因恒河沙多，又因大家眼睛，故佛常言一喻，啊，用它来做比喻。我的意思是，假令供养，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，那个甚就是诸佛，不如求真觉。金庸而不切，啊，一定劝导我们的金庸勇猛精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别的法门难。勇猛精进未必你能够求得到，为什么？断烦恼太难了。啊，这个法门最大的好处，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就是断烦恼，就是消业障。啊，佛号念好了，烦恼业障自然没有了。啊，你要问多少车多少时间，最短的一天就行了。弥陀经上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那就成功了。你看到哪里去找这话？啊，最长的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去看，大概是三年就成功了啊。真叫易行啊，他真难行啊，真的易行。易行里面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头看到一个人，宋朝的云科法师，啊，他学了几天呢？三天，念三天佛，啊，真心的，诚心诚意，他是个出家人，
破戒，啊，恶习气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啊，真叫心浮气躁，还算不错，他还有一点善根，他相信因果，他自己知道，出家像他那种行持，一定堕阿鼻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他就害怕了，那自己必定堕地狱。向同学请教，有没有方法救他，能够让他不堕地狱？那同学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他看了，每一看一个人都感动得痛哭流涕。这本往生传看完了，他效法这些人，啊，自己疗房关上，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，啊，不吃不喝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那感动啊！百分之百的真诚呐！啊，佛来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等你临命终时，我来接引你。那他很有智慧，他告诉阿弥陀佛，我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诱惑。那十年我又不知道造多少罪业，那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，那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啊，告诉他，那这样好了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，啊，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当时不带他走？当时带他走，他一个人带走。三天之后带他走啊，连我们现在人都带走了。你看影响多大啊！做样子给后人看呐、啊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他高兴了，欢喜了，房门一打开，告诉大家：“哎，我三天之后往生。”庙里没有人说相信的，好在三天时间不长，看你走不走。啊，三天之后真走了。啊，他要求大众，那天早晨做早课，希望大家都受了，念佛，送他往生。啊，大家当然欢喜。我们念佛诵念到一刻钟，中国古时候的一刻是现在的半个小时。他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我看到他了，跟大家告辞，他走了，真走了，没有生病。三天了，不是假的。净土圣贤录不会捏造这个故事啊！啊，我们要相信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，给我们真正的信心。啊，我们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答应了，真的一叫就来了。
啊，所以今天什么样的灾难，不惊不怖，啊，要保持镇定，啊，一点恐慌都没有，啊，平时就要训练自己，啊，绝不可以心浮气躁，啊，心要保持定，常在定中，啊，定在哪里呢？定在阿弥陀佛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就是我们金庸求真诀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坚固的心，勇猛精进，求生净土。再看底下，经此经文，正语华严普行行愿品一位，啊，念老举行愿品的经文，行愿品曰：善男子，助供养中啊，法供养罪。所谓如设修行供养，这摆在第一句啊。法供养是什么呢？依教奉行。经教不是学了就算了，讲给人听没用处啊，自己真正做到。那心里头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，那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行为当中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，劝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的身与意不离开这个啊，一部经，无量寿经，阿弥陀经都可以啊，净土五经一论，五种都修行。五种当中专修一种也行啊，那么这一部经是无量寿经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，它集得非常好佛在五种云一本里面所讲的，这个本子把它收起的，一句也没漏掉。啊，读这一本五种云一本全读到了，所以这是最好的回集本呐、啊，善本呐、啊。啊，我是李老师传给我的这个本子啊，今天无论什么的人反对，我不能反对啊。我有老师教的，我要反对了，净空法师背师叛道啊，这个罪名可不得了啊。所以我说全世界人反对，我不能反对啊，我有师承呐、啊。老师没传授给你，你可以反对呀、啊。老师传授给我，我不可以反对。啊，我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我依教奉行，不能枉生我的老师负责任。
啊，我们对老师要有信心。啊，对老师没有信心还学什么？啊，所以反对的人越多，我的心越坚定，决定越动摇。啊，坚定的信心呢，从这环境当中能够见到。啊，不但没有动摇，我还发了个大愿，从今而后专讲这一部经，其他的不讲了。啊，你越反对我越转。啊，活一天讲一天，快乐无比呀！啊，学这一部经就是入无量寿境界，无量寿境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不快乐，那还什么地方快乐呢？啊，法喜充满。长生欢喜心从哪里来的？从无量寿行上来的。啊，所以你看，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，那第二个呢？利益众生供养，要干的，全心全力利益众生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晚年。早年不行啊，早年穷和尚，没人知道，没人供养。啊，这个七十岁一出名了，可不得了了，供养人可多了。啊，他老人家有智慧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，所有供养做一桩事，应经布施。他做得很专呐。啊，用这些钱办了个印刷厂，啊，苏州报恩寺里面的红画室就是印光大师他建的。啊，红画室自己出版书，在那个时候签字拍印。啊，所有供养都做这个。红花社的经费，自己一分钱没有自己用，真的是好榜样啊！啊，我出家跟他学这个，所有的供养。全部是印经印善书啊，现在我们讲这一部国注，当然我们要印这一部国注，大量印，分送给全世界啊，许许多多人在网络上收听，在电视上收听啊，所以我们每一堂课把这经本的页数报出来，他们拿到这个书的时候都能够对着这个耶稣来听讲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啊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同修个个都有份啊，
啊，希望大家辗转流通。啊，辗转流通的方法，现在可惜科技发达，啊，我看到了，有同学做，前几天我看到，啊，一个很小的机器，里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去年讲的，啊。净土大经节演义，一共1200个小时，现在坐在一个盒子里头，啊，全的，很便宜，正好啊，能够看到画面，能够听到音声，啊，再配一本书，过年这个礼物多好啊。啊，真好啊！啊，我们今年的过年礼物就是大经节刻注。将来讲完之后，你看有这么一个小盒子，真方便。啊，一遍没听懂，听两遍，无限制的跟你讲。人怎么能够不成就呢？古时候难了，没有这些工具啊，老师讲一遍不讲第二遍了。啊，你要忘掉了你就没办法。现在可以啊，老师可以给你讲1000遍，可以给你讲10000遍。啊，只要你自己愿意听。啊，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就开悟了。啊，这么好的工具我们要会用。啊，如果不会利用的话就太可惜了。啊，那我也看到的时候是录音的。没有画面录音，那机器更小，放在口袋里。啊，也是1200个小时，完整的一部《大清洁演义》啊，所以这些好工具，我们要充分去利用它。啊，现在讲经的人少了，这个可以代替。啊，学习方便呢，啊，一门深入，设在寒窗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就这一门，除了听经，就念阿弥陀佛，但愿放下，什么事都不要管，啊，什么都随便。不要执着，不要跟人家争，啊，一切像我一样，多请佛菩萨安排，我们一生再别操心，啊，佛菩萨安排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，啊，自己没有意见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啊，就会得大自在。摄受众生供养，如果遇到有缘的同学，要帮助他建立信心。啊，帮助他建立信心、愿心，都是属于摄受。啊，引他入门呐、啊，啊，带众生苦供养，在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，非常有必要。
我们自己能多吃一点苦，希望众生呢少受一点灾难。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对于毁谤我的人、障碍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他都造很重的罪业。我每天相信都给他们回向，纵然将来他堕恶道，也少受苦。我希望慢慢的，他们能觉悟，他们能回头，不堕恶道啊！造再严重的罪业，只要一口气还没断，都有救。念佛通通能往生。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啊！只要能忏悔，只要能改过，一念生念，彼生净土。我们将来到极乐世界还会再见面。大家都是同参好友啊！无论你用什么心态对我，我不介意，没放在心上。我对你恭敬，我对你赞叹，我看你像看阿弥陀佛一样。不然呢，我这60年佛就白学了。学了60年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心地清净快乐，没有一个怨恨的人，人人都是佛菩萨，人人都是善知识，通通在帮助我。那回报呢，消我业障啊。他从不帮助我，他帮助我。我的业障烦恼习气就这么消掉的呀。如果我要是接受，我就会生怨恨。生怨恨的时候麻烦来了。造成什么？造成长劫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那个错了，那不是学佛，学佛是把冤结全部解开呀。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学佛的人会解，通通解开了。你不解，我这里解开了，我这里解开，你就解不上了。所以你肯定也化解了。这个好啊，这是如来的真实智慧。不跟任何人对立，不跟任何人冲突。所以佛法能化解冲突，佛法能带给社会安定和平。汤恩李博士为什么赞叹佛法？为什么说佛法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？他懂得了。学佛的人心地慈悲，没有怨恨，杀他他也不会怪你，也不会怨恨你。
经上有例子，释迦牟尼佛前世修忍辱，做忍辱仙人，被割离王割截身体，凌迟处死，没罪呀，一点怨恨没有。感谢割离王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他提前成佛了，对他不但没有害处，好处让他提前成佛。他本来是在弥勒菩萨之后成佛的。弥勒是贤界第四尊佛，释迦是第五尊。因为这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提前，弥勒菩萨退后了。所以忍辱仙人告诉他，我成佛第一个多年。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，第一个得度成阿罗汉的乔成如尊者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割离王。佛说话算数啊，不是随便说的，成佛真的，割离王头一个证阿罗汉。你看看佛法，他怎么样化解对立，化解纷争，忍辱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用忍辱，用智慧。决定没有丝毫怨恨，这是我们在今天社会迫切要学习的，要真学，学到智慧，你会得大自在，你就有智慧，现前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你有冲突，我们有冲突啊。你有灾难，我没有灾难呢。你生烦恼，我很快乐，我生欢喜的。你说佛法多殊胜，这世间还有哪个法子能跟他相比？有更好的，我就会学习。带众生苦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些造作罪业的众生，我们带他受苦，让他减轻将来在果报上所受的苦。现在他不知道，到那个时候他感恩了，他才只会认错，他真的错了。我们也不希望他将来怎么样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，就要这样做法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都是这样做。勤修善根供养，世间善根、三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菩萨只有一个善根，精进。这个要勤修。对是不是法没有一丝好贪念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勇猛精进。不学菩萨业供养，菩萨业就是教学，不能不教学。不教学不是佛弟子，这讲了。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，
你能不叫学吗？人家49年密宗断过啊。啊，出家人的事业就是教学。啊，是个职业的老师。选择佛法来修学，就等于进师范学校一样。师范学校毕业了，一生服务于教育界。啊，佛门就是个师范学校。啊，世间所有的这些教育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主要的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啊，提升到最高的就是科学的教育、哲学的教育，啊，世间教育全包括在其中啊！啊，不教学、不上课，那怎么行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所以叫菩萨业要懂，不是菩提心供养。啊，菩提心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念念不离菩提心呐。菩提心就是菩萨心。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，善男子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。那前面所说的供养无量功德，比发供养一念功德了百分不及。千分不及，这就是说，大乘经上常讲，若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，都比不上啊为人讲四句偈的功德。不如经常佛说的，为什么？大千世界七宝供养只能解决他物质生活问题，他不能开悟啊！物质享受再丰富，离不开轮回，离不开十法界。四句偈的供养让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做佛去了，那怎么能比得上啊？所以佛法重视发供养啊，道理在此里。我们送人家礼物啊，送一部经，比什么礼物都贵重啊！啊，金要印得精美，印得庄严，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心，不学佛也舍不得丢掉。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成本高一点不行啊。让人生欢喜心啊，草草率率不行，人家请你不尊重啊，这个效果就达不到啊，一定要庄严啊。大本便于在家里阅读，小本可以随身携带，各有各的方便啊，
通通可以流通。这几句话是比较啊，说这个发供养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百分不及矣，千分不及矣，百千俱至，那有桃分、伽罗分、蒜分、素分、玉分、优婆尼、沙陀分，也不及矣。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啊，以如摄行出生诸佛故，真正功德利益就在这一句，如摄修行出生诸佛，你看这多重要。佛从哪里来？从佛法里就生出来的。啊，没有佛法就没有诸佛。啊，所以佛法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